姐姐们的爱真的让人招架不住。此于首度发行 solo 专辑 ，TWICE 成员也化身八位疯狂粉丝，从拍摄时就专程探班为子瑜打气。看得出姐姐们的应援给了子瑜满满力量，而在专辑发行当天 ，TWICE 成员们也在限动各种花式称赞，彩英更以主持人身份和子瑜一起直播。真的，哇！오늘하루살롱의주인이되어서고생한찌실을위해서깜짝선물을준비했습니다앨범준비하는과정부터해가지고제가고생하는모습을다옆에서봤잖아요그래서너무너무고생많았고이제활동열심히해야되는데뭔가재밌게즐기면서진짜지희가보여주고싶은모습다보여줬으면좋겠는마음입니다除了拍摄和直播，第一次独自打歌的子瑜身边当然也有成员相挺。姐姐们的陪伴下顺利结束了打歌期，每次成员 solo 总会轮流探班，也再次见证 TWICE 的好感情。完全乐，连朋友报道。